都是用柴是不是？对啊，都是用柴啊。我们用瓦斯，哎呦，柴煮出来比较香啊。轻轻舌头这样子磨一下，它就化掉了，完全不粘牙哎。我得靠水煮，要不然靠客厅夹缝啊。我真的紧张到。周六晚上八点，八大二十八频道，世界第一等特辑。周六晚上八点，八大二十八频道，世界第一等特辑。